里边放着两种神秘的食材。哇哦哇哦哇哦！你们两队呢，要在2分钟内完成食材的配送。我们的目标是1公斤，哪支队伍最接近这个1公斤，哪支队伍就可以获胜。是的，而且我们配送的整个过程没有那么简单，不管有多辛苦，我们要记得保持我们食材的新鲜，足斤足两就是神道。你是不是紧张了？还好还好还好。还好啊，你们先来好不好？ OK OK。 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铁子们这里面究竟是什么。哇哇，不行，这我真的不行，这我不行，这啊！哇！哎，我这个我不行，这我真的不敢，我不敢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哇，苏醒好淡定哦。摸到了吗？用两只手摸，用两只手。哎！啊！哇哇哇！哇！啊！对啊，快接呀！接！1公斤哦，捞上来，上来！他在舔我。你相信我，它是不咬人的。它舔我，但是。你怎么着？哎，再来一个。好滑，它太滑了。哎呦，快！好。哇，醒哥不愧是醒哥。好的，哥，好了，我走了。他们这个好吓人啊！我要，哎呦。哎呦，超越胆可以啊。隐藏的勇士，来，哥。哇，这个真的很滑，这个。哎，你们要想好啊。冰啊。哎呀。哎，穿越。对不起，这个，哇，你是我的亲姐，真的，哇，你好厉害，隐藏的勇士，还有，哎呀，再来5个应该差不多了，我怎么一根都抓不上来啊？哎，你啊了半天，你倒是抓一只啊，给个面子呗，求你了，哥，再来一个，来。来，我抓到了，有一个，超越，赶紧，超越，这是 Justin 到现在拿到的第一个，超越，好，我们时间到，来摘掉眼罩看一看，你们摸了半天的究竟是什么？这啥？泥鳅啊，泥鳅，哎呦，我真的不敢看，你现在看到这个不害怕了吧？我不害怕，说实话，我还好。但我不得不说，超越你胆是真大啊！是，你不害怕吗？他不是吃的吗？倒是很直白啊！是，嗯，哎，你知道你的队友小贾同学就几乎没有出上什么力这件事情吗？不是，为什么？我努力抓了，我抓不住他，他太滑了。为什么哥能抓到？可能是因为那个我比较年轻，我的手也比较滑。哎，不是，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哥手上捡很多吗？又被内涵到哎！开玩笑吗？怎么可能嘛！但是你们会会队在努力的同时，我们神神队有一位真的是一直在帮忙哦。玉晓，你好厉害！我是不想他掉地上。嗯，你一点都不害怕？不怕，我生活中没有怕的任何动物。哦，虫子也不怕吗？不怕。我讨厌蚊子，除了蚊子以外都喜欢。你这名队友真的有点东西。没有想到你们真的是。除了省钱动真格的，活的我也没想到，这个也动真格的。哎，京东上买生鲜，因为很新鲜嘛，太新鲜了，全程冷链，都是这么抓上来的生鲜，都是杨超越抓的生鲜。喂，你好，定的泥鳅，走。太新鲜送的哈，新鲜送的。哎，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？超越来看一看到底是否非常接近我们的1公斤，超了。估计有3到4斤，完了，他还要加盘的重量，到了吗？哎呀，830克，我刚应该再差一点点，我捞几把。刚才那2条放进去应该就够了。830克。来问一下我们的神神队队长，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大大已经吓晕过去了。其实他害怕的是未知，第一手触觉摸到的时候还是吓晕了的。没事，大大，我们是泥鳅，你们也不一定是吗？他怕。加油，人缘好的呀。哎，既然是这样，你们两位给大大戴上眼罩好不好？我们就让大大来摸一摸，好不好？来，戴上眼罩。体验一下。等一下，这是一个特别喜闻乐见的环节。做好准备。里面会是什么呢？盲盒里是什么？来，主要是看你。我看看。我的妈呀！二，太离谱了吧？不是，这来了。这个比我们的好多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真不行，这个真不行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这个是小可爱。你闻下那个味道，你闻下那个味道，比我们那个好太多了，真的。大大，你闻下这个味道。哥哥。这不会咬人吧？香味蚊子很多。不会，海鲜，是活的吗？是的。好，三
小小小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哇哦，小小好厉害。哇哦，好神奇的感觉，我第一次摸这种东西。哎哎哎，可以了，一直在动，太新鲜。那会儿它吸的有点紧。不咬人，不咬人。小小，你别把它撕烂了。我们要新鲜的，你别把它撕烂。这个很不公平，它很难起来。哎，谁？手。No！加油！他下不来。啊！什么？哎，大大，你别害怕，你别害怕，这个生鲜是可以生吃的。对，哎，而且你挺喜欢吃的。很香，呦呦。哎呦！危险，危险！怎么有个蛋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有个怎么有个蛋？好，来，在这儿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，哎、这个厉害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厉害了。很乖，他智商很高。玉晓，你们这队只能靠你了。他真的厉害。哥，你喷我一点。你怎么喷了超越一口口水？挑个生猛的，左边那个挺生猛的。小小已经在批发了，感觉。是你大大。我觉得大大所有的人都吓走了。大大好像在恐怖箱里的神仙一样。大大真的别怕，给你一个放一手。别怕，你放你接着。哎，大大，你作为队长，你好歹抓一个，放嘴里来。大大，抓一个。去哪儿？哎，我被你吓得很好起来。松手。可以了。再抓一次。你很厉害。尝试第二次，不是你们这样赢不了啊！你们这样肯定赢不了啊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站！不要！太混乱了！拿回去！结束了吗？我要疯了！来！好了，你们可以拿掉眼罩了。我没有，看一看是什么东西。我也知道是什么，还好吧，它会吸住你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它是什么东西的？有蛋了以后，我以为是牛蛙，因为如果是牛蛙的话，我就要毁约了。牛蛙会崩溃的，牛蛙。好，来这边看一下哈，我们的神神队最终是950克，恭喜你们！天哪，这么准吗？太厉害了！恭喜！哥，下次我想吃这个海鲜的时候，你能这么给我送过去吗？这么新鲜，很新鲜，很新鲜，配送配送。但是大大做这个游戏呢，真是让我体会到了恐怖箱的真谛，就是他一叫起来，真的让我很恐怖。我觉得真的都被你吓到了。这个章鱼我觉得还好，我现在我觉得你好可怕。大大哥，抱歉。好，那经过这一轮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神神队在这一轮当中胜出，恭喜！1-1了，第三轮咱们见真章，家人们加油！